后跟你讲，那是你的过程。可是最后你是自由自在的，你不需要在完成的这些感觉到很累，你也不需要在这个完成的这个点，它就储存了，住在你现在的这样的状态。驻着在这样状态，你就会去追，你就不想要放弃你这样的境界，就住在里面，那就是二乘，二乘住涅槃，取证涅槃，那个是不自由的。虽然感觉是很清安，可是是不自由，因为怕失去。金刚经里面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也就是有所得则无所得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